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地结合实际，创新形式，组织开展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汇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大连金普海关创新推出党史学习教育云展馆，让大家足不出户，通过沉浸式的三百六十度全景演示和讲解，能够身临其境的参观全国三十五个红色教育基地。 不断增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与自由贸易实验区融合发展。在营口市的农家书屋、社区书屋，充分发挥接地气、覆盖面广的优势，深入开展阅读活动。 日前，营口市首家社区新媒体有声图书馆投入使用，居民只需扫描二维码就能听党史、学党史。我们老年人嘛，就是说的，眼神儿不太好，岁数也大了，所以呢，这个有声图书馆办的哈，就是使我们，就是说都克服了这些困难。我们也经常到这个有声图书馆来听书，学习一些党的历史。 营口市西市区团委组织近百名青年公务员、团员和少先队员举行“百名青少年会百年党史”活动，大家把对党、对国家的深情倾注到每幅作品中。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将在这片沃土茁壮成长。我们要将来报效祖国、报效党。锦州市敬业街道开通社区抖音账号，进行党课直播。 铁岭开原市金沟子镇组织党员干部在三道沟村的村史馆共同回顾在党的领导下乡村发展历程。葫芦岛组建了五十三人的青年讲师团，深入基层，走进青年，开展百场宣讲交流。本台综合报道。